约翰一书第一章，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亲眼看见、所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源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源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真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我们从他所听见又传给你们的信息乃是这样：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饶恕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一书第二章。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世之人的罪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他道的，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弟兄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他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已经过去，真光如今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兄弟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唯独恨兄弟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他的名得了饶恕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基督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不都是属我们的？然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你们便知道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，唯有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故此，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仍存在子里面，也必仍存在父里面。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但你们从他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
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这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的称谓神的种子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种子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到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在里头有这盼望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我们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迷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他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特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种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他兄弟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。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他兄弟的行为是义的。我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兄弟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不爱他兄弟的，仍住在死中。凡恨他兄弟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谓神的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今世财物的，看见他兄弟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我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我们当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灵。约翰一书第四章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不是出于神。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陀必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既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羡过神。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在他里面。这样，我们的爱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痛苦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人若说，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兄弟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，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？爱神的，也当爱他兄弟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的，也必爱从他所生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因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借着水，乃是借着水和血，并且有灵做见证，因为灵就是真理。在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父、道与圣灵，这三乃是一的。在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，就是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大了，因这是神的见证，是他为他儿子所做的。信神儿子的，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，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给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也叫你们相信神儿子的名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在他里面所存的信心。我们既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人若看见他兄弟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他必将生命赐给那不至于犯了死罪的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他当为这罪祈求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邪恶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阿们。